寶馬設有四種駕駛模式，分別是 Comfort、Eco Pro、Sport 同埋全新的 Adaptive 模式。Comfort 模式是基本預設模式，內有一項 Comfort Plus 模式選擇，比一般 Comfort 模式更加舒適。Sport 模式是着重發揮性能的模式，在這個模式下，轉向系統、引擎和波箱的反應都會提高，避震的硬度亦都會提升。你亦都可以自行設定 Sport 模式，在設定 Individual 選項裡面，你可以個別調校避震、轉向系統、引擎和波箱的設定。完成設定之後，選擇 Sport Individual 模式，就可以採用上述的個人化設定。 Eco Pro 是一個達到更佳節能效果的駕駛模式，加速的敏感度和空調系統輸出亦都會降低。在 Eco Pro 的個人化的設定當中，你亦都可以調校速度警示、空調輸出等等的設定。選擇 Eco Pro Individual 模式，就可以使用自定設定。 Adaptive 模式是一個智能駕駛模式，系統會利用導航系統定位資料和駕駛者的駕駛習慣，自動因應情況選擇最合適的行車設定。